咱们先看一遍舞台上的话，其实就跟我之前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对他的了解一样。观众席上出，还是你更希望从舞台上？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那个状态，对，然后也是挺严肃的吧，我觉得。我看能这样。一心哥就是在团队里面，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核心一样，我觉得他像一颗定海神针，对。然后也特别照顾我，对我来说像大哥哥一样。舞台上的一心哥会比较认真。私下一心哥就是比较稳重，然后还挺可爱的，有时候。张 PD 其实起到的作用就是。他为一个轴心点吧，大家串在了一起，这样子。这段时间一个人不多，跟大家一起练习。帅哥，不冷。DNA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融合体，就是它其实包含了，其实现在流行音乐市场里面大家能听到耳熟能详的那些曲风，其实我们都几乎能够涵盖。对，风格主要就是 hip hop、R&B。我觉得 DNA 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找到共同交流和一起进步的一个平台。